今天是圣诞节，然后呢，这个教堂可能是有节目。我看很多人刚从教堂出来呀，看到了吗？这人很多。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啊。教堂这边就是个城堡啊，我很想跟他合拍一张，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。这个商店呢，商店是一如既往的都关门了。这个圣诞节嘛，昨天是平安夜，